我是黎路修，2015年到中国留学，喜欢用相机积攒美好。我想知道在毕业的最后一天你要干什么。为了能更优秀，我积攒着闯荡的本事。为了喜欢的人，我积攒着向前的勇气。为了心中目标，我积攒着去赢的恒心。为了不变的热爱，我积攒着满腔热情。而我正在为不同的挑战努力积攒着。我们积攒着未来，相信未来的我们一定必有可为。7月4日晚9:01，余额宝2021毕业礼。余额宝，人生余额是个宝，美好未来攒出来。